2月19日晚上，宁波宁海啊上演了惊险的一幕。一名男子在金店里抢了金项链和戒指，拔腿就跑。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队员得知情况后，立马追赶，很快将其抓获。长这么大，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前后仅仅7分钟，嫌疑人可能都还没有看清楚项链的款式，就已经被警方给控制了。价值3.4万元的项链和戒指全部被追回。有道是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，有公安民警在，不法分子就无处遁形。